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eg 大叔，那今天就带各位朋友逛一下永和乐华夜市。好，那今天就很轻松的逛一下啊。好，那吃什么不一定啊。哇哇哇哇，好，这一家还蛮有名的，家乡炭烤鸡排。今天乐华夜市没什么人。好，那这个是方家园呢。啊，这样感觉好像很快就可以把夜市逛完一圈。朋友们，这个人也太少了吧？没什么人。这是烤玉米啊，啊，上次吃过的常常在一起。这是牛排，嗯。哇哇哇！啊，好像有新开的店家。哎，有嘞，小时候弹珠糖。啊，刚刚那个是新开的。哦，这个也是新开的啊，好西。嗨 ，Hello， 嘿、hey。好，就继续逛夜市啊。哇哇哇，那个音乐又很大声，我用我的声音压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好。杨家猪带，猪血糕。觉得今天应该真的很快就可以结束了啊，超空的啊。这家是很有名的红炉饭啊。老板，白云，啊，是啊，白云。
他就是做槟榔。你说他那个起家的还是他现在的？他爸在演艺圈赚到钱。操控的啊。老牌有老牌黑轮啊。状元糕。建安青草茶铺。三明治，来。听说最近还有新开一个卖墨西哥饼的，麻辣臭豆腐，是轰炸机，可以看一下口味啊。好，那这家是超有名的油饭。哦，真心觉得今天可以来个快速版呢。想要请问一下，如果说买红豆饼可以直接吃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直接吃。好，好，那我要那个红豆饼。好啊。哎。好。我不用袋子，直接拿就好了。好，吃它的 ，OK。那我就是一个红豆饼，一个红豆，好，嗯，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 ，thank you， 哎，来，谢谢，哦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哎，前面要什么？好，那您都常在这边卖嘛，哦，对啊 ，OK， 好，好，那这边就是写着冰淇淋红豆饼，那刚刚我这个是15块，我还是回去吃好了啊，或者找个位置吃，免得。又违反法规啊！大叔花铺，大叔花茶铺，嗨，嗨，最近生意好吗？还可以啦。嗯，好，加油。嗯，哎 ，OK， 哎。好，那这个是菜根香蒙古烤肉。再就到乐华夜市的后面了。
好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好吃当归鸭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我又是音乐很大声的啊。好，那上次我们家小朋友讲说，我上次买的那个少女粉红奶奶还蛮好喝的啊。好，那这个太赏梨也蛮不错的啊。好，那刚好就是这一家音乐声音很大声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很好吃的白汤粿。哇，音乐真的很大声啊！这个是西瓜汁，小妖鸡。剪刀鸡蛋糕。但是有一些店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营业。啊，这个是冰库啊。杏仁茶配油条。好，这个是好吃鸡肉。好，那最近有蛮多 YouTube 光临的梅喜屋，据说现在变得很好吃啊，就看各位朋友自己的想法了。好，这个是三鲜羹，哦，这家个人认为就真的还蛮好吃的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很好吃的达鲁岸山猪肉烤香肠。好，刚刚那个红豆饼我就请那个大姐吃了啊。快乐地瓜球。咕噜。好，在这边就是卖衣服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永美雪花冰。
我好，那这个买过的啊，日落鸡肉饭。到客人玩了、啊，赞哦！好，那这个就是小时候弹珠糖。哦，现在因为永和有疫情，所以又开始紧张起来，有的就又不给内用了，怎么办啊，朋友啊？哦，都不给内用就伤脑筋了啊。这边还有巷仔口章鱼小丸子，这家据说也很历史很悠久。哎呦，那鸡看起来不错哦。到前面人就稍微多了一点起来了。庄家班麻油鸡，好，那上次有讲过了，这一家这个烫鱿鱼有人讲说非常好吃，可以各位朋友品尝看看。嗯，好，那这边这个蚵仔煎啊都没有开啊。连这个水果摊，水果摊都就是这样子包起来啊。包，这样比较我。包一百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永和咸酥鸡。蜜汁烧烤。那都挡起来了。现烤羊肉串，哎，大漠草原这之前不在后面吗 ？OK。好。OK， 那就都照了啊。前面这两摊也是超级有名的啊。奇怪，这个我之前我记得拍过，怎么影片不见了、啊？好，下次找机会再补拍啊，因为现在吃的太饱了、啊。这家也蛮有名的，杨家肥猪乐华永和豆乳鸡。好，是这个永和的在地老店。好，这家也很有名啊，深海奇鱼串、啊。好，那这样夜市今天就都走过了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逛夜市逛得开心，然后有个愉快的一天。拜拜。